好攰，尤其是條腰啊！加油，姐姐，再兩個彎就得啦，仲兩個彎有到，仲有兩個噶咯，就係未到啊，姐，真係好鬼攰啊！昆交昆陽的最後，然後昆陽到位的最後，攰唔攰啊 ？OK。好啊。之後就五點幾公里啊，五點一咯，寫住6.3% 平均。可能佢因為有平路咧，有啲再平啲，跟住佢又突然俾條10% 嘅你去平均翻條路，就變相佢6%。但實質上你上斜嗰啲位係踩緊10%，係食嗰嘢好啲咯，個體力上又感覺係回復咗少少。好啦，匯報一下啦。是没办法可以四字头完成到的，五字头啦，跟住距离呢就踩了46.83，咁啊都冇办法可以在我的预期之中达成得到啊，所以就另外一个保守少少的，就好似我所讲的5个钟再多啲啦，系啦，我要顶尽最迟5小時50幾分我都完成到，即係俾半個鐘我由依度踩到去昆陽，再俾半個鐘我踩由昆陽去武嶺嘅嗰2公里，得啦掛半個鐘。咁我依家都踩緊過去昆陽啦，好凍啊！上咁個太陽一收起咗，佢曬住落嚟，佢曬住落嚟唔凍，一唔曬咧就好涼咯，係會 feel 到，又唔係話真係凍得好緊要嘅。有太陽曬，嗱依一種温度咧就啱噶啦。點解我唔攞風褸呢？係因為攞住件風褸塞落背脊度咧，好脹啊嚿嘢。而袖套加腿套咧就冇咁脹，可以分開兩個袋。咁我就平均啲，舒服少少咯個背脊。係歌別嘅品牌，即係我依家最近呢條單車褲嗰個品牌啦。咁依家都好順，其實佢得 3% 咋，咁即係之後可能會好斜啊，因為佢要拉翻高啊嘛，個平均坡度啱噶啦，依家呢個節奏，千祈唔好收浮，心浮氣躁。哇！見唔見到啊？昆陽路咁樣踩過去，由翠峰上鵬峰一樣咯，段路。不過依度感覺好似冇咁斜喎。唔知系咪食完嘢啲力又翻嚟，我覺得可以俾到啲火係高啲喎，160幾可以俾到，有啲位係啦。过咗条路好长呢度，延伸过去系，仲未去到天堂嘅话，可以话俾大家听，都几晒吓。不过其实咁今日嘅时间系真系好好，个太阳系咁样嘅话，唔使着风褛，比起即系着风褛同拣唔着风褛，我会想唔着风褛咁样踩，虽然会好晒啦，见到我啲皮肤红晒嘅已经只手。我个屁股啊，用啲臀大肌用到系好酸痛。不过佢个高山反应冇我想象中咁严重咯，即系我都讲得好严重，仲系。不过去到昆阳就唔知啊，会唔会突然？唔知佢会唔会突然剧变啊？变得可能系咁样都唔定。咁啊，暫時都 OK 啊，冇嘢嘅，冇料到一條路，你哋覺得冇料到啊，冇料到啊 ，easy， 掂嘅掂嘅，好難咩？我唔覺好難喎，係好攰咁解啫，好攰唔等於難嚇。
哇，呢度咁斜突然，好辛苦啊！好斜啊！10% 啊！哇，听日点样？听日点踩车啊？今日踩到咁啊！呢度開始我唔講嘢，好攰。謝謝。又打上去，回一回氣先喺度，停低又好快冇嘢喎，係一踩你就嚟了噶啦。仲有大家望下，我哋哇真係嗱，咁咪仲有咁多啦，停低一分鐘起步嚟哦。呢啲位啊，特別斜。50公里啊！時間過咗5小時，18分，1:21，匯報完畢。真係好攰。爬了几多少？爬2500爬升。好啊，嚟啦！哇，攰到啊！即系佢依度系咁样咯，原来依度咁样兜，再咁样上去，哇哇！即系同埋个 warp 个火速你已经控制唔到，你焗住一定要踩到上160火以上啊！嗰啲斜系见到屏幕即刻顺势休息一下先。唔系讲笑，继续上啦！依家即系回复新手嘅时期，踩嗰啲路咧，停下踩下，停下踩下就系咁啦。好啦，昆阳会有补给啦，咁即系代表我。哇，高度啊！依家真系好高啊，好舒服啊！依个坡度，可唔可以 keep 住落去啊？踩车系辛苦噶啦，踩车系咁样噶啦。辛苦，但点解叫踩车？踩车辛苦噶啦，当普通练下车咯吓，当即平时踩套工练车心态 ，OK 噶啦。啊，顶唔顺啦，有啲弯位。你见唔到嘅，加油啊！加油啊！哇，好斜啊！
嚟過啦，見到前面有啲嘢唔同咗。15% 啊，話俾大家聽，到係200火咁滯。快活到啦，搵人！咦，补给车咧？哇！个声应该都踩到我。见到咧，天堂路最后一站嚟咯，呢度系昆阳休息站。呢度补给车下面咯，昆阳。昆阳就影相啫，咁呢度咁呢个真系短喎，咁又快喎。哇，你很快，呢度短啲呢度，大概在你后面十分钟。一张椅背，一张光脚啊，那天空比较好看。基本上攞走晒，一啲唔需要嘅嘢啦，尾袋、上管袋都已经系攞走咗噶啦。咁摄影机系必须啦，为大家拍靓嘅片啊嘛，同埋我自己都想拍啲靓嘅嘢。好心口嘅呢部机啦，系啊，直接攻上去啊，最后两公里。要上去吗？谢谢。好的。你有带风衣吗？没有。还是先穿我这一件。啊，不要带，不要了。OK。我怕上面冷啊。已经系昆阳嘅标高山出嚟啦。咁呢度佢系合欢山嘅一个公园嚟嘅，呢度好顶嘅。假日嘅话，我谂系会更加多人咯，所以依家咁样都 OK 啊。哇，发现冇乜电喎，几多电啊？其实咧，1% 啊，剩翻。啊，换高配8啦。高配八都有个好处嘅，就系我个心口其实会轻啲嘅，呢部机系重啲嘅，所以其实我个膊头系辛苦啲、聚啲嘅咯。佢唔会冧噶嘛，摆喺度。可以嘅。就呢部机咧，系心口呢个位置嗰、那个摄影系非常非常之重要嘅，所以系唔可以冇，一定要攞翻嚟攞。呢部机其实都得翻50% 嘅啫，不过两公里一定攻到上去嘅，攻唔到嘅话咧，就真系反省一下啦，系嘛？有一点咧，我呢度停留得太耐，其实。佢冻又唔系话好冻嘅，好啦，上啦，攻啦，攻顶啦，各位，用我最快嘅速度，最短嘅时间，好啦，上山顶啦，见到啊，天堂路啊，开定晒所有嘢先，一击一晕，上啦，上，昆阳，上武岭最后一站啦，各位。架车轻咗啫，都要慢慢嚟嘅。幽景嘅长度大概系8%，幽景嘅 double 长度应该话系。紫景嘅两公里，见到前面啊，看似好近，但依家5:48咯，其实嚟咗啦，冇问题啊。
继续继续继续。谢谢。超强，你超强的。啊，超强超强。加油！加油！我超强嘅，佢讲得冇错。我仲系好长咯，但系好似见到有啲嘢咯，但系嗰个位唔知系咪嚟，会唔会俾佢 fit 到噶？等一爆车，原来仲有嘅。好靚啊，好多車，同埋大家都趕住欣賞上面嘅景色。仲有十分鐘啊，就六小時，要趕住上去。點啊點啊，就到啦！佢好前面轉個彎。又仲要上，咁就 OK 啦。就到啦，頂住頂住。見到啦，見到啦。天堂咯，即好似上天堂咁啊！差少少啊，真系差少少。追翻頭先我師兄喎，大家見到啦。到啦！啱啱好两点钟，哇！停止，啱啱，哇！储存，唔好搞咁多嘢，储存咗先。最高总爬升2000，啊，680啊！上到嚟真系要疯狂影相留念啊，即系唔简单啊！不过估唔到昆阳其实。我覺得昆陽踩上嚟冇嶺，反而輕鬆咯。同我上到嚟其實唔係好凍啊，我覺得有啲熱添啊。快過補給車上嚟啊！依架咪係我哋上嚟之前見到嗰架車咯，而家都有啲車咁樣圍吹，即係吹風踩冤風都踩成咁，我都諗緊後面會踩成點啊！點知又 OK 喎嚇，即係冤風打後嗰啲反而係比較快咯。叫做就可以望翻出去啦。头先昆阳喺嗰边嘅，就由高度踩上嚟，都辛苦嘅。但系佢有个好处就系你见到个终点喺边度咯。我估依度其实都见到有啲即系见到一嚿嘢啦，凸咗出嚟。我就谂应该系终点啦。
你帮我拍一下。但系又冇我想象中话咁贵咯。依家冇太阳就差啲啊。你见到依度嘅景色，即系佢又真系唔系话好斜，我觉得。佢最尾几平均咯，我觉得。但系翠峰嗰度系，哇！一嚟又好似好起伏好大咁啊！我见唔见到 Isaac 啦？喺个中间位。哇！要鹰眼先见到啊！看不到。好辛苦啊！上到嚟又開始好凍啊！我 feel 到咧黐立立嗰隻手係。有冇 Insta 360拍住先啊？因為冇乜電啊。咁 Isaac 上到嚟啦，終於都啱啱上嚟啊！冇停過。係啊，就喺我戴穿緊呢個袖套嘅時候啊。咁我依家穿袖套極辛苦咯，好黐立立嗰隻手，然後再著翻件風褸，好鬼死凍。Isaac 係本身著住件風褸，見到佢隻手係濕曬。哇！再講啲。Jason。哇 ！check 喎，哇！係咪最新嗰個有窿嗰個啊？唔係。因為啲機又冇曬電啦，所以用 Insta360拍住先啊。GoPro 兩部 ，GoPro 八就有可能會死機啦。GoPro 十咧就冇曬電啦。依家我就過去嗰邊啦，見到 Isaac 又上去啦。女仔都係咁踩上嚟嘅。喂，見到其實頭先嗰度昆陽就喺嗰度啫嘛，其實所以係見到嘅。著翻件風褸即刻好好多啊，再加埋個袖套，不愧係貴嘢。俾大家睇下依一邊啊！依邊應該係北進東進嗰邊啊，係嘛？係啦，跟住望落去，哇！依度都幾多條路線嘅喎，係咪先？係點走嘅咧？係咪經後面依度咁樣咧？哇！好啦，啱我哋影咗一陣，冇人，而家又一嚟一堆人嚟嘅，係咯。想同其他車有影下相喎，其實冇所謂啊，你可以啊。他們會以為我是假的。啊，有。你要水？那有香菇。我来了，我来了。你们还会需要排队吗？对，我们是人排队。哦，我们昨天去了那边的风柜。今天冬季了，我的腿要炸裂了，我腿要报废了。原來就是咁講嘅，啲人話入咗嚿雲裏面啊，有好大霧啊，就係依種感覺啊。我真係好大霧啊，開始。即係頭先上嚟係真係啱啱好，好好陽光咯。你好尖叫啊！你好痛苦地。頭先我叫戴個袖套，見腳黐立立啊！啲機嗰啲電一用盡曬，係啊！我最尾都係，其實我差唔多全程都係冇好連貫咁拍咯。中間位已經開始有少少熬底嚇，中間我都踩得咁辛苦，要停兩次。咁我再上面我又停，真係好似阿小祖師兄講，貼近成十幾次咯。佢話佢依度咩？一個鐘啊嘛，係啊，一個鐘啊佢。每200米停一次，佢同我哋講。我諗可能每一個人踩嘅嗰個感覺真係好唔同。我係去到呢度真係 feel 到唔夠氣啊！我 feel 到，我反而係只腳唔夠力多過唔夠氣咯。去到呢個位又，即係中間位，我係反而係吹風去冤風啦。反而又因為佢太長咯，反而扯到哇，好似唔夠氣。好長咩？吹風。我踩咗好耐嗰度，係真係踩咗好耐。六公里咯，六幾？係啊，但係唔知點解我踩咗好耐咯。應該是我慢的，就
依家我哋落山就加埋再回程就5个钟，慢慢休息啦，我哋就。進擊的巨人咁樣幅圍牆咁圍住喎，幾多條？你見唔見到？佢前面都係。好啦，咁啱啱就翻到嚟我哋嘅住宿依一度啦，換完套衫啦，咁就準備出去食嘢啦。我依家去我哋要去嘅地方食嘢啦。夜晚9点钟啊，依家先食嘢啊。深夜食荷里啊！好啦，啱啱嚟咗第一份，可以见到咁啊，老板非常好人，送咗2杯热饮俾我哋，系啦，咁我哋开波啦。清，好清，咁我觉得啱今日就系、是、好靓，我哋热起嘛就系清清汤。就系你而家食呢一个。即是類似你的，即教會我的，即是我前面的洗蛋。好啦，咁啱啱我哋就即刻食到個小食啦，然後依家咧我哋個飯到咗啦，哇！佢呢個係幾份嘅嚟嘅喎，咖喱。咖喱。我依個咧，就係、是、咁樣嘅，即係試下啦。